Hello, Chloe， 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老师你好。因为刚才我用你发的那个 link 进不来，所以有点。对对对，他应该是换了一个 meeting ID，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加同学？中的。老师今天是讲什么？今天是讲 SQL mock interview。OK， 好。那明天呢？明天是讲 product 的一个，就是一个 framework。好。昨天上次的大家那个 A/B test 那道题怎么样呀？大家练的？忘了是吗？我真的忘记了。OK， 明天不上。我真的忘记了。没事，大家就是写完之后记得给我发一下，我看没有人给我发。老师是哪道题？那个 A/B test 的那个题，就是留那课后作业，还记得吗？是在讲义里吗？对。老师能说提示一下讲义的第几页？我给你看发那张图哈。对，我们明天把它补上。没事，稍微等一下 Tina 哈。可以。哎，但是我这边看到有五个人，但是我这边又显示不出所有人的。听到来了。哎，什么情况？我们再等两分钟哈。OK， 好，大家都来了。我们今天来讲这个 SQL 题，然后这些题目呢会比之前的题目都简单一些。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题目之后，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做，因为这道题目也是一个热身。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他每一次只买一个 product 吗？对的，就是一条记录是买一次。对 ，OK， 但每一次他只买一个。对的。
老师，我刚才麦好像出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这道题是吗？对对。哎，刚做完手术。啊，你去医院里做手术了呀？哦，脚健身的时候把脚给砸了。哦，那现在还 OK 吗？就麻药劲儿没过，所以就没感觉现在。哦，好，那你到时候不舒服可以说哈。嗯。Chloe，你为什么要 user ID 跟 date 一起 group by 啊？它并不是在一天之内买完十个哦。对，但我们不是要对，我刚刚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他是哪一天成为这个，对，它要转哪一天？但你对，这样 group by 的话就有问题了，对吧？对对，你这样子只会在这一天。对，我再想一嗯。下。老师，我有问题。嗯，所以说，我们是以一个 product 为一个 row，对吗？还是说每一笔交易为一个 row，但这一笔交易可能有他买了三个 product？这里应该没有 product 的信息啊，你可以看下这张表。哦，这是，哦，我懂了，懂，这就是表。OK，好的。对对对。我自己还在那儿写圆表呢，自创一个圆表，完我们感看觉看这个，好像麻药伤了脑子。怎么到？那他这个 buy something，它嗯哼，就是一个东西，对，并不你是不需要，说乱对，七八糟。它任何东西都行，它你不需要管 something 什么东西。OK，但它只是一个，它的 unit 是一万对对，OK，对，好的好一条记录是一个。的，好的。
我是return 的 day 是要把 data 变成 day 的吗？还是就是原来的时间？原来的时间就可以。所以这种想法是对的哈。哦，好好的，谢谢。也是一样 ，Tina 也是一样，哎，但是 Tina 是也是一样对的，就是一个窗口函数，对的，大家都是对。死神看一下 ，Having count。老师 ，rank 和 dance rank 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可以再给大家看一张图哈，我直接发张图，或者我给你发个链接，你就知道。OK， 我看，Tina 用的是 dance rank。好像这道题。任何一个 rank 好像都行，是吧？这道题，我想想看哈，如果说他在同一天，我想，如果同一天，这两个哪个是连续的？就是 rank 是连续的，是吧？等一下，我给你把 PPT 调出来。好。我发到群里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个的一个区别。这道题其实，我觉得最好用 row number， 因为。你可能会在同一天，同一天购买两次，对吧？或者是多次。但是它这个是 timestamp， 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就是理论上来说是不太可能说在同一秒发生两次交易记录的。OK， 但就是如果它是只是 day 的话，那应该是用。rank 吧，就是 day 的话，对啊，比如说如果他在同一天买了两次，那因为 rank 它是可以 skip 的嘛，
那比如说它第十次，它有，比如说第十次，它其实它，但是它我想想看，如果它，比如说第十次还有第十一次，它第十二次，它都是在同一，就是同一毫秒或者同一秒发生的话，那其实我只需要去取这一次，对吧？我刚才想了一下，我们应该是用 roll number，而对，不是用 rank。其实应该 roll number，但是其实这道题无所谓了，因为它一般不会在同一秒出现两笔订单的。对。OK，看子晨的哈，group by user ID count 星大于十。Having count 星大于十，user ID。它的新大于十会把大于十大于等于十的所有记录都查出来。它这边只要 ranking 是等于十的，第十次购买的时间，资产。哦，知道了，那就把大于号去掉，也不行，但你这边的 date 它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你的 date 肯定是要用 aggregation function 的，但这边的话又没有，或者是你把它加到 group by 当中，那的逻辑也不对。所以其实这种办法并不能解决这道题，只能通过 roll number 这种写法，或者是这种窗口函数这种写法去来解决，对吗？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除了 aggregation function 之外的所有 column 都要加在 group by 当中。或者是你这个 date 给一个 aggregation function，但其实并没有，对吗？对，所以其实你需要就是把它写成像其他同学这样子的一个写法，用窗口函数。你有理解比如说 Tina 写的这种写法吗？现在这个 roll number 是 number 还没有，不是 roll num。谢谢。OK，子晨，你还有问题吗？这道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过下一道哈。我们看第二题，然后这道题呢是求这个 last action 跟这个 second action 的 difference，然后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去 clarify 的。老师，如果 last action 就是 second action 也算吗？我想想看，等，我读错题了，second last，我读成 second，就是说，
最后一次和他上一次他就是同一个 action 是吗？他只相当于只有一次对吗？我读顺题了，我读成 second 和 last。所以就是只要他俩有一个是 now 就不在计算中是吧？对。嗯，谢谢。我是问啊，听到啊，你先，我得缓一会儿脑子。哦，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 last action 跟 second last action， 它就是不管它在哪一个 page 都可以是吗？因为我看到你 data 里面有个 page 的那个 information， 然后。如果只看 last action 跟 second last action， 那好像 page 那个 information 好像没有什么用。对，这里的 page 没有用。哦、oh, ，OK， 我只是哦， oh, 好，谢谢。就是同一个 page 或者不同的 page 我们都不管，只看它 action 这一块。对的，好的。所以说 difference 就是它的差值 time 的差值 duration， 对，并不是这个，并不是 action 的 difference。比如说他现在在 home page， 他下一秒去了另一个 page， 不是这个东西。好的，等等，这个就是你最后一次访问网易的时间和上一次访问网易的时间的差值。你们觉得你们在面试这个 DS 的时候 SQL 是你们一个就比较大的困难吗？还是说其实就还好？看问题，有些挺难的，但一般来说还好。OK。就好像如果是好像是上次还是上两次那种难度就觉得很难。对。那除了这个的话，你觉得什么东西可能更难准备，或者是对你来说可能更有挑战？我觉得 product sense 其实还蛮难准备，因为问题其实很多。Okay. 不是 product 是最难，是 stat 是最难的。对 stat 对我来说是最难的。OK， 这样子吧，我给大家发一个就是统计的一个 materials，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统计题。然后这是简答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Product 题目的话，我们到时候会把几类题目都整理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套路是怎样子。其实我觉得还是殊途同归，我觉得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好，我们看这道题有没有同学写完了。这么快？没有没有没有写完，看大家。
哦，对，老师，我觉得我还想知道，就是 applied data 和 product science 它具体的回答的区别。Applied data。对对对对。哦，你是说那种 applied data 的题目是吗？嗯，它和那个 product science 有点像，但又有区别。然后，嗯，它的侧重点和答题的，就是技巧，我还不清楚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是之类的。嗯，你说 apply data， 比如说，我要找出这个微博的僵尸用户需要用到哪些，如果要做机器学习的话，需要用到哪些这个指标或者数据是吗？这种问题。对，或者就是，比如说 Facebook 那道，就是说，如何做餐厅推荐系统？对，或者是，我想一想，还有什么来着？然后有时候又觉得它很像 product science 题，但好像又不是。嗯 ，OK， 这种题目其实我们后面几节课会去 cover 这种题目哈。我觉得这种题目的话，其实套路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一定要刚开始先去做 clarification。然后你上次你说你 Facebook 说拿到了太多的 hints， 就是你当时是问了很多题，或就是问了很多问题吗？嗯，没有，是他自己给我 hints， 我都冤死了。我就是，其实他给我的 product 的反馈就是说。就我做的什么都挺不错的，什么 clarification 呀，也没有问特别没必要的 clarification， 然后breakdown， 然后还有什么的说了一堆，然后就说但是我的 goal 就是因为他一下问了我三个 product 题，然后所以说我后面两个 goal 就是没有那么直接，他说我可以在 high level 去 negotiate， 就是 initial 我的 goal， 我觉得这就是没什么意义，就是然后我说这个 goal 就是。如果要面试官觉得不够太准确于他的那，他肯定会给你一些 hint 嘛。然后，但是我也立马接住了，就我觉得我接住一个 hint 不算错吧。然后，但也可能是自己的确有问题了。Anyway， 然后 SQL 那地方他说我 hint 接的有点多。SQL 是吗？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和面试官有关系吧。就有的面试官他是希望你先想，然后他再给你 hint。这个我这面试官就是。他压根就不会让我想，他说你再想想，他从来不说这个，他直接给 hint， 然后但可能也怪我吧，我应该直接就想到一个更好的，他可能就不会给这么多 hint 吧。OK， 确实不同的面试官风格可能不太一样哈。我觉得我们下节课会去展示一下，就是这种就是面试官跟面试者他们的 interview 的一个就是一个记录，他们的每一个字就是每一个词是怎么去说的。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你跟你是有什么差别，然后可能是哪里有问题，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有个对照。行，反正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可能就是他太 big 了，我觉得就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啊。反正就还是严格要求自己吧，就谢谢老师。没事，我觉得面试都是玄学，会有运气在，对，很靠运气。嗯，然后一般店面就直接拒了就拒了吧，还给我约了个电话，我说怎么还约了个电话，然后就尴尬，然后还你本来是很高的这个期待的，但是。而且店面我觉得打电话就没必要，你不像是 onsite 你打个电话拒信，而且 Facebook 你老师你也知道，就拒了就拒了嘛，哪有这么墨迹的时候，然后反正我那一天的心情简直是。没事，就是没事，我们再多准备一点，我觉得就是准备好了之后，我觉得随时有机会都可以。行，好的。张同事写好了吗？我还在检查。我觉得我的弱点就是 syntax。我觉得 syntax 是比较好准备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这样子吧，就是你可以在你自己电脑上装一个数据库，然后装好了之后呢。你可以就是自己再练，就把这些题嘛就是练一下，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其实练个十次，然后看看他报错了什么之后，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做出来了。
我觉得 syntax 的并不是一个重点哈，我觉得只要逻辑对了，就你可能一个函数就是 function 可能名字写错了，然后但是他一看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 time diff 其实是 day diff， 但其实也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问题就不是特别大。哦，应该是 date diff， 这我都是先修的。然后对，然后看一下，但其实他这边给的是一个时间戳，哎，这边给的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 Unix 的一个时间戳，对吧？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字类型，你只要时间减就好了，就数字像把它作为一个数字相减就好了。OK，这个 join 是什么 join 啊？是 in the join 吗？不管什么 join， 它应该只有可以 in the join， 因为但它只有一个值，因为它这个 rank 已经固定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 join 都是一样的，就尽量去补全它哈，但如果是 left join 应该也是一样的结果。嗯，我问一下，那个 inner join 和 join 有什么区别？它数据库默认的 join 其实是 inner join， 但是不同的数据库可能 maybe 它不一样。所以尽量把这个 inner join 或者是 left join 写上去。哦，哎，是不是 MySQL 默认的是 left join？ 我记得，对。MySQL 应该是 inner join 呀。没有记错。对。我写的不对。说改了一下。老师再给点时间，我还在思考。好。我还你把这个空值也补上去了，好吧。Chloe 就是就我觉得就是用临时表它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就是这拆的也太细了。哦，是吗？那应该怎么你可以看看张彤写的，他就是我觉得拆临时表是给自己思路变得清晰的一种好办法，但其实你的这个其实可以就
就是做合在一起的，对吧？你在 join 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条件写进去的，对吗？哦，对，是可以。好，但也没问题吧。我是觉得就是可能觉得就可能为什么会有点疑虑吧，但我觉得也不太影响。哦，他的疑虑是什么？他的疑虑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取他，他可能会以为说你不太懂，说要把这个 where 可能可以写在下面的地方。哦 ,OK。Yes, 对，好，我改一下。没事没事。哦，老师你可以再帮我看一下。我稍微改了一下。哎，好，看一下。OK 的。哦，好，哦，那我觉得你刚才给的那个建议很好，就是因为我其实用很多 CTE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解释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他可能知道他以为我不懂。我没有考虑到这个。没事，我觉得尽量就是从一个一般人可能会出发的角度去看待你可能写的这个 code， 你觉得就是就是让别人可能一看就能看懂，因为可能别人觉得你去拆分这个 CTE 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可能有更复杂的一些逻辑在，他可能就会带这样子的一个 assumption 去看你的这个过程，然后这样子的话他觉得可能有点就是不太明白了。所以就是你意思说比如说比较简单的那种东西就不要再用 CTE 写了，就直接在比如说像这个问题就先 join 了之后然后再把那个 filter 给写出来，是这个意思对吧？对。好，谢谢老师。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where 变成 on 也可以，对吧？就是加一个 and 就好了，就放到 on 这儿，对吗？对。好，写一下。老师，我这种解法可以把它变成 and。可以啊。可以。但有什么区别？就是如果说你是这个 on 的话，它会把所有就是我先执行 on， 相当于它会把这种不同的这种记录就是它都会就是筛选出来，对吧？它都会组合出来，它刚开始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个 join 的这个查询的记录它其实会很多，然后你再进行 where 筛选，它其实所以它可能算的肯定是比它更慢的，对吧？因为它先搞出了很多条记录然后再筛，不然 on 我直接去限定条件，所以就直接这样。子辰这个用直接相减就好了，因为它是一个数值类型。
老师，我怎么觉得我 join 错了？嗯？我是想说，想让 CTE 就是我本来写的是，感觉我写的错了。我本来是写的这个就是 rank 等于一，想让它等于一的和这个等于二的 join 一下。然后哎不对，完了脑子糊了。我想的是，就是以这个 rank 二的这个等于二的时候为左表，然后如果它没有的话，不就自动取掉了吗？就取消掉了吗？就没有了。嗯。然后，但是我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我本来写的是，我本来写的是这样子的。我本来写的是这样子的。想他俩先转转了之后，然后再做什么东西？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么写过呢。我不太清楚你讲的是吗？就是，就是你现在意思就是不太会写这道题，对吗？嗯，思路有，但不知道怎么写出来了。OK， 你看一下张彤同学写的，你看你能不能理解？嗯，好的。嗯。你这个 uni 可以先不看哈，就直接看它下面这个。直接看哪儿？看上面这个。不不不，你像上面这个也要看，然后下面这个也得看。哦，好的。别来写另一种方案还没想。嗯，我就是想要这个东西，但我没写出来。嗯、我想一下，为什么没写出来呢？我想一下啊，我写的是，我看一下啊，我是这样写的。嗯，我用 left join， 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看一下，我应该用 right join 才对吧？而且你这边有，而且你这边有个 group by， 我主要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呢？嗯。一个用户，哦，好像不用 group by， 哦，对的，我这个想写之前要想想清楚，不要，然后就吭哧直接写上去了，也得看看说这个写完之后它代码有没有编译通过。对，等我一下哦。对，那这样的话对不对呢？嗯。但你这边其实任何一个中文其实都可以，对吧？嗯，因为我其实是按照user ID 去 join。对。然后这个 table 2里面的这个就相当于他没有一些，有一些没有2，就只有一个动作的人，他不就不在了吗？嗯，只有一个动作的人是不在了，对。然后你 right join 嗯，那是第二进去，嗯，就是一个值是一个 none 或 return none 是吧？你说谁的？就是两个数值，比如说我下面这种解法，就是。一个值减去一个 none 的值，它会是 none， 会直接 return none 是吧？哦，对的。所以变成 left join 就不用 union 了是吧？你这边是 a 是等于一，然后 b 是等于二，然后如果 b 没有的话就自动变成空。你这个一就是最后一次访问对吧？对，嗯。最后一次访问。如果他没有就不在数据库里，所以最后一次访问一定会有。嗯，然后他 join left join was 倒数第二次访问，然后如果没有倒数第二次，他就自动变成 none， 所以就不用 union 是吧？就只要变成我想一下，就是如果没有倒数第二次的话，不对，
如果没有倒数第二次的话，你就不会有这条记录啊，你就不会有这条记录啊，你就不会有这条记录，它就不会它哦，它右边就会是，我想一下，就是它右边它不会有这条记录，然后它左边是有哦，它会变成 none， 然后它减去这个。为什么你这个是上一次减去最后一次啊？因为这一次时间更大。哦，啊、不是这个法子，我也弄混了。对，这个弄反，因为我跟上一道题弄了，然后这个还没改。嗯，对，这个是 A 点，对，这个是不对，就是，嗯，但是我感觉这个会自动变成 none 吗？你是说这个 CTA， 然后它右边 B 是吗？ B 会不会变成 none？ 会吗？我想想，你这边 B 它是如果是没有等于二的话，让我思考一下，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它是这个 user ID，应该这样的，and 一个这样，如果变成比如说 A 点，它只有一个等于 B 点的 B 点二减一，如果这样，我在想就是它会不会 join 上，它压根就不会 join 上，它如果没有这条记录。二，我觉得就刚才那个写法也是会有 none 值的，会有 none 值的，按照我的经验是会有 none 值的。然后你这个二减一是 b 点、哦、b 点二减一，哦，但那就一样，就变成它等于二，因为它等于一了，所以就直接这样，不用它减一。你给我整的，会有空值，会有空值啊，会有空值是吧？我就是想要空值，OK， 哦，再 clarify 一下，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像彤写的这个，那么如果 B 没有ranking 等于2的话，那 B 的 U 的 timestamp 是不是 null？ B 点 Unix 对。哦 ，OK， 然后因为。任何东西减去 null 也是等于 null， 所以还是 OK。对，而且如果说你要有 none 的话，一定要这个 and， 就是你这个条件一定要写在 on 这里，对吧？你条件一定要写在 on 这里，不然它就不会有这个空值了。这个逻辑可以理解吗？哦，就比如说，如果像我们之前写的用，就你写的成 where 的话，它只会筛掉，就是，但是它不会有空值，只有你把这个。b 点 r 等于2写在这个 on 当中才会有空值。哦 ，OK， 好，学习了。听到刚，它会有空值。因为就是 b 等于就是你写在这儿的话，你写在 on 这儿，它相当于就是关联不到。它关联不到的话，就会有空值。因为你的 b 点 r 等于2是写在 on 这里的，它是一个关联条件。如果是写在 where 这里，就是个筛选条件，对吧？对。然后他在上面写的那个可以直接用 no as difference， 那个可以直接 select 里面直接写 group by， 可以这样写。select 里面写 group by， 你说哪里？你说这儿吗？对对对。可以。这是可以的，这是一个 table， 然后用那另一个 table， 可以这么写。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我可以再说一下，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你 select 什么东西，然后什么，然后比如说我假设哈，我这个是一个函数，比如 current timestamp， 然后就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个，比如说是一个 column A 吧，然后 current timestamp， 然后 as 这个时间，就是时间戳好了，就是时间戳中文打好了，然后 for 某个 table。From table， 然后这时候你 group by 这个 column A， 然后这 current timestamp 它是不会报错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单独的函数。然后这个它就是一个例外哈，就是它就是你如果这里写这种 function 的话，或者是像刚才那个
张总写的这个 none 的话，它都是可以的，就是是可以的，它是不会报错的。嗯，嗯，听到你刚才是不是还讲了一半？嗯，对，就是，嗯，我先把那个，rank 等于二这个先给它用 subquery 弄出来，就直接弄一个表，然后让他们俩 ret join。ret join 相当于就是直接先去除掉这个，没有 rank two 的这种人了，然后最后只要 on 的时候 and 一个就可以了。嗯。这样写对不对？然后最后减的时候，我这地方刚才也错了，应该是用一的减去二的。我刚才写错，写成二减去一了。对，那这样相当于就是你就不直接不去计算，就是直接不去计算这个第一次，就是只有一次访问的这个数量了。但是它其实题目上，对，但它其实题目上有要求你说 keep 这个 user ID and have none。as the time difference， 就是他要让你保留这个，但是他给他一个分值。那可以啊，他说 either remove her from the final result or keep that user ID。好吧，可以吧？行行，你这样写可以吧？我记得其实这道题我想给大家讲另外一种解法，就是这个会比较有意思。就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 lag 函数呀？嗯。就有了解过的吗 ？Tina， 你知道是吗？嗯，对，就是。那你觉得这道题 lag 函数可以写吗？嗯，也可以写，相当于就把这个 date 直接往上移一个，嗯、就第二个的 date 往上移。好，那你写一下，给大家讲一下。那我先给大家发一篇文章啊，就是这个 lag 函数。哦，我记得我怎么发过，是不是？我不记得了。OK， 我给他发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个 lag 函数长什么样子，然后用 lag 函数这种写法来写一下。用这个写法就很简单了。好像是 bug， 嗯，好像是什么？好像是 bug， 但是好像没，哦，没仔细看。是我第一个的行为挪到我后面去了。哎呀，脑子真不行。这道题用了 lag 之后，还得用 roll number， 大家现学，然后把这道题写一下。好的。那听大师请你讲哈。老师，我是个第二人。老师，
我老师还有个 syntax 问题。那比如说他这篇文章他的 select SQL select statement 有 lag 然后个 time 一，那下一行可以马上用这个 time 一当成变量吗？还是必须再有一个 sub query？ 你可以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table 有 time 一，我可以在 select 里面直接什么 row number， 然后 partition。time 一是什么呀？time 一是它的一个 column 面变量，就是在这个 select， 就是您发给我们这个笔记。的这个、你在说那个知乎那个文章是吗？对对对，好，你说。那我比如说我 select statement， 然后我有一个我自己叫了一个变量，它是 time 一，那我下一行可以用 time 一当成变量吗？是不可以？你说 select 当中放拿 time 一当做变量是吗？不可以的，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直接调用它。但是你可以把它再写一遍，就是把那个函数再写一遍拿过来用。OK， 明白。啥意思呀老师？就是说他就是他用 lag 来计算了一个变量，就是说 lag 他给他一个 aliens， 比如说 time 一，他能不能把这个 time 一直接拿过来用是不行的。就是如果你要去把它作为计算的话，你得要直接把这个 lag 写出来。好，我写完了老师。看一下，写得很快啊。哎，我剪没剪对？等会儿脑子又糊了，等会儿一下。老师，您先看，我看。我是把它 listing。哎，您这个 lag 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看他那例子里面有三个变量。就 lag 括号里面什么都没有，会发生什么？不可以啊，就是要放变量的。你 lag 你得跟他说他去位移多少位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他位移多少位？对对对，等我一下，我再复习一下。而且他要知道是哪一个 column。我错。再给他加上。然后，如果它是 distinct 的话，那个 default value 要填什么 ？lag 里面？default value 我想想看，就不用填就好了，不用填它自动是会留空。那留空的话，其实也是满足我们题目要求的，因为它就减空就是空嘛。还真的解错。但我觉得就像如果想要去冲一下大厂的话，这种题可能目前大家这个节奏的话可能是稍微有点慢了哈，就可能这种题一般应该在十分钟之内就应该写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然后可能有五分钟跟面试官去交流一下思路，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小时四道题目是 OK 的。那现在大家可能会有点的慢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 SQL 之后还得加强一下练习。老师，我改完了。我这样子，我给大家发个网址吧，我觉得这个网址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里面每篇文章都看一下。是这个 Jigs for Jigs，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大家如果语法不熟悉啊，或者是一些知识点不熟悉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抓紧看起来，多花点功夫。这个看一下你啊，听到你刚才说好了对吗？好，看一下。
但是感觉这个没有比之前简单特别多。好吧，那我觉得分享另外一种解法，因为就是一般像你们社招的同学来说的话，一般需要去一题多解，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思路。嗯，对，因为你这个还需要 real number 是吧？对、嗯、对啊，因为原来那个解法，比如说我写的第二种，嗯嗯，感觉也对。那嗯，那还能更简单吗？还是这就是应该没有，就是OK， 嗯，但是他那个运行的话可能会更高效点，因为没有 join 什么的。哦、oh, ，对，嗯，嗯，有道理。lag， 那个 Tina， 你想想看，这个 lag 出来的是 final time 吗？还是 previous time 呀？对，我刚才就在思考这个，因为我是 distinct， 然后那我返回的应该是，比如说有个 user 是 A， 然后他最后一次跑的是，比如说 12:06， 然后他还是 A。因为我 distinct 嘛，它肯定是比它再早一点的，比如说12点，对吧？然后我是把它 lag 到了这里来，所以说应该是他减他呀，是最后一个呀。帮我想一下，嗯，好。但是这是一个 descent、这个、嗯，感觉 descent 就反过来了，就然后一 lag 就感觉对，嗯，我感觉如果是 ascend 可能稍等一下我看一下你这个 descend， 它 descend 就是从最近的开始排，从最近的开始排，最近的最近的嗯，所以其实你这个 row number 就是这个 rank 等于一的时候，那个才是一个 final time， 对吧？最近的那个时间，嗯，对吧？嗯，所以应该是最近的那个时间减去上一次的时间，嗯，老师，但是，嗯，这个如果他 descend 排完了，所以他最后一个 call 如果不 lag 的话，就是最后一个call，如果再 lag 一下，是不是就变成空的了？最后什么意思？因为它是 descend， 就是它 lag 是都是，我等会儿 lag 是从最后往下挤进去一个数是吧？所以它最后一个是不是就变成空的了？对。所以那块是不是变应该是 ascend 呀？嗯，我觉得这道题应该我想想看，这道题应如果是如果是 lag 的话，相当于就是lag 的话应该是取 lag 的话是往前偏移，就取前面的那一行，那应该是没问题啊。如果 lag 是取前面那一行，然后lag 是取前面这一行，然后你 row number 出来的 descend 是一，这个 unit 就是这个 unix timestamp 它是一嘛，就是它是最后一次，然后 lag 的话你取一，然后应该就是这个 unix timestamp 减去这个 final time 呀，对吗？这个逻辑没问题吧？嗯，是吧？就是你这个 row number 是 descend 的嘛？嗯。然后 descend 就是最后一位嘛，最后一位。对，嗯，
最后一位减去上面的一位，就是我们要求的 difference。老师 lag 完了以后，那个之前那个 row number partition descend 之后的那个 row number 不会变，是跟 lag 不会影响那个 row number。对，不会影响。它是针对于这个 Unix timestamp 去做 row number 的。我就做完 lag 之后，我想再做多少个 row number 都可以随便。当然，可以。它是一个独立的 column。嗯，老师，那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有个表，它返回出来就这样子，就是 user A， 它最后一次是 12.06， 嗯，然后我这一个 column 是lag 嘛，对吧？嗯，然后 rank 是这一个 column 嘛？那我这个没错吧？对，不是，我看一下，你这个12.06是我觉得应该是 unit timestamp 减去 final time 吧， final time 吧，因为 unit timestamp 是最后 last action， 然后你用 lag 去找到 second last action 嘛，所以你 time difference 应该是 last action 减去 second last action。对，但是听到这个说的把我都绕进去了，我看一下，还是我这个表就没有问题。我想想，你就是这是12.06是最后一次吗？嗯。12.06是最后一次，那他上一次是多少？是12点。对对对，比如说这是 user， 这是 Unix， 对吧？然后这是 log， 然后这是 rank。嗯哼。那我是不是应该 rank 等于二的时候用这个减去这个呢？用 lag 减去 unix？ 不对，你这个首先你这个 order descend 肯定已经限制好了，是等于一，对吧？是只是会针对于这一行，对吧？嗯，对，所以我在想，那么弄错了。对，你这里 lag 就是取错了，你这个 lag 取的应该是1200啊，对吧？ lag 取的应该是1200。lag 是取的1200，那是不是，因为 lag 是往前取一位吗？但是它有这个 descend 还会再往前取吗？会啊，我也会是吗？我现在有点晕了，我看那例子好像 lag 是往后取了一位，可能我会自己看。我好像也看懵了吗？我看一下，我再看一下这例子。我也在看这个例子。lag 的话，lag 应该是取前面那一个 row 吧，就是。对，是取前面那个 row。如果它例子是错的话，那如果是去例子是，你说？哦，不，因为可能之前的那些例子不是 descending 啊 ，order 不是它，你这个例子是 order by unit timestamp in descending order。对啊，所以 descending order 的话，那么你第一个 row 是肯定是你最后的那个 action 吧？对吧？对对。然后你找了，你现在是又新建了一个 column 叫 lag， 然后你是找 second last action， 就是你用 last action 的 timestamp， 然后去找 second last action 的 timestamp， 然后放进去这个例子没问题啊，我看了一下，它就是往前取一位。对啊，我觉得是对的呀。OK， 我也觉得是对。Tina，你有理解吗？
他，等一下，就是，老师，你能把我刚才那行还回来吗？啊、你写的是这个吗？对吧？那实际上它 lag 应该是这个。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十一分钟的那个了。比如说它还有一个，它应该十一，就是比如说十一点三十的。哦哦，行。对，应该是这个。所以你是主要是 lag 取错，就是你把理解错了，对吧？嗯，但是 code 写对了。不是他 code 不是他 code 也写错了，他应该是 Unix timestamp 减去 final time。哦，对，但前面那个写的是对的，只是后边减法，是的。我想一下，我现在想一下，好像不太。我 lag 这样的话不是利益的吗？我认同老师讲的那个是 unit timestamp 减去 final timestamp， 但是我的问题是在于这个 lag 这一行，因为 lag 是取前面的那个，对吧？对对啊，所以说这应该是 none 吗？对啊，不是啊，为什么是 none 呢？这12:16它前面那一位不是12点吗？他应该是，我的理解是他的前一位是这个，所以说12:06应该是挪到这儿来，所以说他的前一位应该是个 none， 是没有，所以说这应该是 none。 对，因为你用的是 descending。 对，我们应该是用 ascending 不是用 descending。 对，我也这么觉得。你这里哦，你写的这里 descending 对吧？对，你这里应该 ascending， 我没有看清楚啊。对，你这里应该 ascending。Okay. 对，然后这样就对了。对。那 ascending 的话，那这些都要换顺序啊？应该11:30在前面的。不是，你这个是根据这个 roll number 去排序的，你是根据这个 roll number 里面的 descending 去排序的。按照 rank 一二三，哦，它不是，所以说我这个 Unix 的排序是按照 roll number 的里面的排 distinct 去排的。是的。为什么呢，老师？就是它这语法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会按照这个去排序，除非你在外层再 order by 一下，那可能会按照你 order by 的去排序。那如果说你这里写了 roll number， 它就是按照这个去排。所以说无论你这个整个的这个 table 里面怎么写，它都是按你的 row number 的这个 function 去排序，是它是最大的。对的。然后 lag 什么的都是它不会改变一行。因为 lag 它只是增加了一行，并且只是取前面那一位而已。哦，了解了解。它并不会造成改变，它只是生成了一个 lag。哦，是的。懂了。所以说啊，懂了。OK， 好，子辰有理解这个 lag function 吗？理解了，但是我想知道，就你刚才说这个，就相当于如果没有这个 roll number descend， 它取的话，它是正着取了，是吧？就是从最早的时间开始取的，是这意思吗？不，它是根据这个 lag 里面的 order by Unix timestamp 这个排序去取的。就如果说你是 ascend 的话，它就是取 timestamp 它前面那一位嘛。可是它不是最后一个时间啊，它不是最后一个时间的前面一位，是这个意思吗？不，它就这个它生成了一行，然后它都是取前面那一位，都是取前面那个。它每一个时间它都取前面，对，它每个时间都取，它并不是只是取那一个时间。好，创造出一个 lag 之后，然后再 roll number， 明白，是这意思是吧？好，我们再看下一道题目哈。这道题目也是这道题目可能会相对于简单一点，然后两张表就可能需要算一下它的这个 web only 跟 mobile only。然后它具体是说，这张表是这个手机，然后这张表是访问 web， 然后这个 user ID 跟 page 呢，就是说这个用户他访问了这个页面，然后
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只要是关注这个 user ID 就好了，然后 page 的话也是不需要去管的。然后我们需要计算出说这个只有访问了这个 web 的这个比率，然后还有只有访问了这个 mobile 的比率，还有两个就是两个都访问了。这道题跟我们之前做一道题非常像哈，然后但它这道题简单很多很多，然后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道，算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可能就是大概是个中下的一个难度。但是这两个 table 的 key 都是 user ID 吗？还是他们有会有 duplicate？ 你指的 duplicate 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 user ID 会重复吗？就是或它是它的 key 是 user ID 吗？还是就是说每个 table 里可能每个 user ID 会重复？那你觉得如果说它是一张这个就是访问表的话，你觉得它会重复吗？我觉得会，嗯，对，它会重复。OK， 好。Tina， 你上次说，你刚刚说那个 SQL， 你接了太多的 hint， 你这种 hint 一般什么 hint 啊？是这种题目的理解，还是说就是思路上的？嗯，我想一下啊，他考了我两道题，第一个我是理解上面出错了。然后他告诉我了，我就改正了，就写出来了。那我还没开始写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是我想一下，第二个我是承认我是接的挺多 hint 的，就是我想一下啊，因为我是用 subquery 做出来的，但是他想让我用 sum case win 做出来，然后所以说我先把我的写出来了， okay. 然后他又一直在提示我 sum case win 的方法，然后我就把那个又写出来了，这样子。OK， 那你觉得那道题跟我们上课的难度比起来，你觉得哪个更难？中下，中下，中下，肯定没有上一次那个那么难。我看能不能找到原题，我记得我好像截图了，但是我好像又不小心给删掉了。然后， okay. 但是我应该能去 IM 下面里找到，因为我知道是考的那道题，就是 search 的那道题。就是。他们就是考到重复的题目了是吗？一模三分地上的，对对对，一模一样的。OK，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一题多解吧，就是对于社招同事来说，真的是要一题多解，因为他就想要他那个。对，你又不能说你的是错的，然后他说我接 hint， 就其实说实在的，我是觉得你不给我 hint 的话，你就告诉我你还想要另一种方法，我也能给你想出来。嗯，对。嗯。
哦，那你一个小时要做这么多题吗？就三道 product 还有两道 SQL。 对对，我这个挺奇怪的，他上来就说他先介绍一下今天面试流程嘛，一般都是 SQL part 和 product science part， 然后他跟我说我是有 three parts， 第一个是 SQL， 第二个是 apply data， 第三个是 product science。 还是有点 tough。 然后 apply data 的话和apply data 加 product science 总共考了三道题，就哦，那挺紧的，就那我觉得很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每一道题讲得很深啊，就对，每一道题十分钟而已。对，他是最后留了不到二十分钟考三道 product， 然后前面我们寒暄了五分钟，总共四十五分钟嘛，寒暄了五分钟，然后二十分钟做 SQL。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 SQL 要是再熟练一点的话，或者是因为他就 assume 你可能做过原题，我应该把那个原题再熟练一点的话可能再能帮我挤出来五分钟。然后 product science 最后 AB testing 那儿我就说的很快，然后他可能觉得我 AB testing 也没什么问题，他就没让我继续说完，但其实如果要再多两三分钟可能就都说完了这样子。嗯，那 apply data 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apply data？我觉得他考的都是 product science。 嗯，所以说我也想 apply data 主要就是说我要去做一个什么事儿，检测什么用户啊，或者是垃圾邮件啊，就是一个目的之后你需要哪些 metrics， 就是这 metrics 并且是在系统里是可以得到的或者说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不是说不基于事实凭空去捏造的，就这个是一个 apply data team。 嗯 OK。 嗯，反正他考我的 apply data 也类似吧，就是他想就是根据前面你 product 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的 click， 哎，反正大家都知道什么什么的 click 增加了，你现在怎么分析呢？分析完之后又问了一个什么来着，又问了一个 OK， 那我们发现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你如何验证，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 apply data， 就是说那现在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根据上面有一点点的一些 science， 想要新建一个算法，然后问你要怎么设计，然后怎么验证，这就是 apply data。嗯，对。然后比如说什么做推荐算法，你得问一下他这个推荐算法的目的是什么，去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时候你要再提出你的 assumption， 然后 assumption 做完之后要去提 metrics， 不能说瞎开始就直接一堆 metrics 直接弹出来了，这个都是错误的示范。嗯，反正我就按老师你讲的说的，然后面试官除了最后一个那个 go 没有特别 directly 想要他那个，但是就是无论是老师你刚刚教的那个什么 matrix 啊，还有什么的breakdown 啊什么的，全都说了，他这些都是 positive。 我觉得如果诚如你所说的面试这个表现的话，他还是把你挂掉的话，我觉得确实这个面试官很 picky。 那我觉得就这样子的话可能确实是运气不太好，或者是有更加激烈的一些竞争者在和你竞争。嗯，我怀疑也是。然后再一个，反正自己最遗憾的就是 SQL 那边，我如果要是毕竟都是原题嘛，如果要再熟练点没事没事不怕嘛。没事，我觉得都是以后都有机会啊，毕竟职业道路这么长，到说不定到时候其他的厂给你一个机会，你也可以去面嘛，就不一定都要 Facebook。我看大家都一直在讲这个 Facebook。嗯，那给你面试的人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国人小姐姐。国人小姐 ，OK， 好。所以他知道那个题在英语三分地上有，可能对你的 bar 比较高，会不会？对。不可能是。那也太不公平了，就是一点都不符合 compliance。 对，我觉得也是。嗯，可能是有可能第二题我的确花了太多时间了，第二个。 OK， 那他还是跟你英文面试对吗？对对对，英文面试。嗯，就他有介绍自己是中国的。啊，那他没说，但是他我能查到他的领英。 OK。 嗯，对。哦，你有去问谁 interview 你吗？哦 ，HR 都给。哦哦，嗯，HR 都给，而且我这三个岗的面试官都挺，颜值都挺高。嗯，因为他们认识。不好意思。包括那个黑人大叔长得也挺帅的。哎，好，先做题啊，先做题。哦，对，这题我还没思路。
老师他说 write a query， 那就是要 write 一个 query return 三个值吗？还是这就是一个 table return 三个值是吗？啊，哪里有 write query？ 哦，有这儿是吗？嗯，这是三个问，可以三个不同的 table， 就是就只有一个 query 啊，没有多 query。OK， 嗯。
哦，老师，我大概写完了，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嗯，好。哦，这个配置其实不用筛选哈，好吧，你筛选了也行，没关系。为什么不用呢？因为我们题目不看这个配置，但你筛选了也没关系。那么，如果不选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不是 mobile？ 就这个这张表里都是 mobile， 那这张表里都是这个 web。对啊，对啊。那么，如果我们不用这个 condition，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 mobile 还是不是 mobile？ 就只要是你这个 DM 这张表全都是 mobile， 然后如果是 DW 这张表都是 web， 对吧？对对啊，嗯哼，嗯，就是你其实不筛选也行。哦哦，我懂你什么意思了，就是 count this thing DM dot user。嗯哼，哦、oh, ，对，因为他没有说，他其实没有说一定是要就是同一个网页嘛，他其实没有说，他只是需要说，他访问了就 OK， 对吗？不是吧？嗯，不是，我不太懂你什么意思。就是就是这个 page 它其实是指定某一个网页对吧？但是它其实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就是相同的网页它才可以去做这个计算。那如果说你按照 page 去分的话，那你不是得按照 page 去 group by 吗？它并没有说一定要是同一个 page 它才可以去做计算、哦、对吗？对，那就是个迷惑项啊，在这里。哦、oh, ，对，我以为那个 page 那个 page five mobile 是那种好像 mobile identifier，、嗯、就是对我理解错了，应该是、嗯、对 DM。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 identify 它既去了 mobile 也去了 web？ 嗯，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想想看了。哦，好的，因为我用的是 AutoJoy 嘛。嗯哼，我想的就是这个，DW。而且你这个分母是拿 distinct user ID 去 count， 是不是有问题啊？它的这个比例，你觉得应该是怎么去计算的呢？它这个比例是哦，我写在上面 ，number of mobile user。好吧。也可以吧，你这样写的这个定义。那你这样写我就 OK。 嗯，哦，可能哦，第三种，但你的 out join 是 full join 对吗？对。那你是不是就是可以去判断它左右两边是有存在空值吗？如果两边都不为空的话，那它就是 both 嘛，对吧？你是说 dm dot？ 你是说 dm dot page not null、嗯、and dw dot page not null 是这个意思吗？嗯 ，It's not null， 是像这样。对。
其实这个 page 还是什么 user ID 也可以啊，对吧？不一定是要 page， 反正它只要是它是里面的 column 就可以嘛，对吗？哦，等一下，不对吧？一定是另外一个 column，因为你是 join， 在 user ID 对吧？嗯哼。那么因为是 outer join， 那么它 user ID 肯定是不会有 null 的值吧，对吧？我不知道。嗯，为什么不会有啊？就是你如果说，哎，他比如说他只访问了这个 mobile， 然后他并没有访问 web， 他是不是他就会为空呀？他的右表。哦，对，对，对，而且，你说。那么，如果是 left join 的时候 ，left join 的时候，它的 user ID 就不会是空的吧？左边的 user ID 就不会为空，就是你这相当于这里就是 mobile 嘛 ，mobile 的 user ID 不会为空。哦，因为你拿了所有在左边的 user ID，但有一些是在左表，但不存在右表。对，那么他右表的 user ID 就为空。对，哦，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他 user ID 不会是，不是不是，这个 for 就相当于，但就相当于就是 for join 就不太理解哈。我想问一下，大家平时会花多少时间在准备面试上呀？就是大家现在还是在准备面试当中吗？还是就是只是就沉淀？在准备面试。你在准备面试吗？嗯。Okay， 因为我想是几月份？我想大概二月份就投吧。哦，那你还有一段时间，好吧？那还挺正常。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要准备面试，我觉得还有一个月，就是自己集训一下。就是 SQL 可能就像这些问题，就是都是那种 hint， 就相当于就是像Tina说的那个面试官都是 hints 啊，这些都是拿 hints 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开始就是准备真的准备面试或者投简历的时候，可能就需要非常集中的去刷题，然后得去做很多就是准备。我到时候如果大家要去面试的时候，我可以给你点资料，然后我发给你，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按照这个 guideline 去把准备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如果大家现在是面试状态的话，可能这个状态我觉得没有太进入这个状态。老师可以现在就把那个 guideline 发给我。我可以啊，可以啊。对，确实还蛮想准备，就准备好就去投了，就是迟迟没有准备好，才没有去。可是我还没开，没怎么，基本没有准备，但是我约了 Facebook 的，还有两周的 phone，okay， screen，但是我但是我其实对 analyst。其实不感兴趣，就是因为约了那个面试，然后报了这个班，但是学了之后又觉得不是很感兴趣，就可能回头跟您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这个会很有意思。所以没太准备，但我现在状态应该肯定会挂，是吧？肯定会挂，就是不一定。对啊，我觉得就因为你是那种总会写出一些很 impressive 特别幸运，他就只问我统计的问题。我给大家发了一下，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每个网页都就是 SQL 的话自己准备一下，统计的话它里面有题目，就是大家还得很集中的去做这个事情，就可能一天你得花很多小时，就比如说可能下班的时候一直在做，然后中午也在做，然后这才是一个真正就是因为我自己带保 offer 的学生，他我就会催得很紧很紧，然后如果是真的要面试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很努力的去做准备才有足够多的把握。然后 BQ 问题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 BQ 问题，就是的一个我看一下 BQ 问题。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准备 BQ 问题的话，可以按照这个去准备一下。给你看一下，就这几个 BQ 问题还挺有用。虽然我不教 BQ， 但是我如果是 BOF 的学生，我会带他们去过这个 BQ， 然后我们
上来也有 BQ 老师，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得准备起来，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项目实际情况去准备，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要不要面试，如果是要面试的话这个状态不行，就肯定是 no。 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课也上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个 SQL 可能没有特别熟悉，然后要很多 hints， 应该如果是面试状态就不是很对，如果还没有面试只是说学习一下我觉得还 OK。 然后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可以给大家的一个 guideline， 然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应该就是要或者是准备面试的话都要点进去看过，我觉得每个材料都得过得比较熟。好，我们再看一下哈。然后这个 auto join 就写 full auto join 吧，然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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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OK， 那Chloe， 那你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我看来你这个 code， 应该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好，我到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写法。我看子纯这个。From M outer join W， W 指的是 Web 这张表吧？然后 OK， 用 Union 也可以吧，用 Union W 对，对，大家可以看到子成这个解法，就是其实这里的话，其实就只有两种情况，对吧？一个就是如果是 M 这张就是这个 Mobile 它是 None 的话，那它肯定就是它就是你这个是等，你这个 Mobile is None as only Mobile。哎，不对吧？应该是 Web 是 None， 等下我想 ，Web 是 None 的话，应该是 Only Mobile 了，对吧？对，你写反了，写反了，对，写反了。就其实就是两种情况嘛，要么就是 Web 是 None， 要么就是这 Mobile 是 None。然后如果是 Web 是 None 的话，那它就是 Mobile Only； 如果是 Mobile 是 None 的话，那就是 Web Only。然后。你这样子仅仅就是 OK， 你这样子是仅仅是把这个就是他有多少人给算出来了，那他其实想要的是一个 percentage， 你得要把他所有的这个人要作为一个分母去除一下，其实这个写的还是不完整哈，但是overall 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写到这可能就只有就是一半的分数，然后但是你这其实你没办法统计他所有的人了，对吧？因为你这里已经在 where 这里限定了，对吗？对，我没有对，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不太对哈，不太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你知道说怎么去限制它还是 OK 的，就这个限制这个逻辑是 OK 的。然后看 Tina 这个，Tina 这个看，post user。All user 好吧，然后 both user 是 inner join， 然后就 using 好吧，那这个 user ID 去做 inner join， 就是 inner join 就是 both， 也可以。然后 count 除以这个，好吧，你这个写法还挺神奇的。这个 user num 就是 all user， 然后 select from user both join， 就是 both percentage。那你这种写法是一个什么语法呀？就是你在 select 当中，其实你想写一个子查询，对吧？那你这应该要有个括号，子查询的一个括号，对吧？你要再套一层括号，是吗？对，套了呀。不，我是说。不，你在这好吧 ？OK， not in slug。OK， 也可以。
我觉得就是那 OK， 我觉得 OK interesting， 就是那这道题就是那我考你，你觉得可以用 case plan 来写吗？如果我想要去计算，就是这个用户他每访问一次，他作为分母，然后他所有的访问记录作为这个不是，他每访问一次是作为分子，然后所有的记录是作为分母，你觉得这道题可以用 case plan 来做吗？就像面试一样，就你现在用这个写法来做，嗯，你现在来写一下，嗯，就只把这个换了是吧？嗯，不一定，你得看一下，不是都有换，那就是 Chloe 的方法呀，嗯，就是 Chloe 的方法。你可能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哦，就是说，我现在讲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它每一条记录作为这个，因为 Chloe 他说的是这个 distinct user ID， 但我这边就是说所我想想看，就是我想，我看 Chloe， 我整忘了。哎，但 Chloe 他 OK， 我想就是如果说count， 我想想，哦，对，他这个有点小问题啊，有点小问题，for outer join 的话，他如果这个他左边是为空的话，他左边是为空的话，其实也可以 distinct。那好，那我要求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是 Chloe 的写法吧，但是我要求你用 sum 来做，然后用 case one 来做。好的，我试一下。我看张彤。但还是拆的，大家还是就是很想把这个拆开了。M union W 这个写法应该是不太行哈，但我姑且认为你是正确的。哦，为什么不行？就是应该是你要把它的就 select 新 from M， 然后再 union select 新 from W。就不能把表直接拿过来。OK， 那我之上一道题我也这么写的，就 select 什么什么 table。OK， 哪里啊？我说明白了，是就 select star from M， 然后 union 是吗？OK， 我先看你逻辑啊。You。哦，我的天哪！他这写的，这个疯狂写紫砂学，紫砂学写了很多，好吧 ？Case one user ID， 大家都写的很绕，还很 twist。It's not in 这个。OK， 我觉得我整体逻辑我再看下来就懂你们的这个逻辑，但是这个题其实不用写的很这么弯弯绕绕的。Tina， 你有想好吗？没有想好，我来讲一下。老师，在你讲之前，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好，可以。你刚才讲到 null 的那个问题，那么比如说在count 的时候，如果有 null 的话，他会把 null 那个 null 也 count 进去吗？还是不会？就是如果说你是 count 这个User ID 这个 column 的话，他会把 none 给去重嘛，对吧？还记得吗？那如果说你是 count 新的话，那他会把 none count 进去。哦，我没懂，不好意思，你可以再听一遍。就是我们还记得就是第一节课我们讲的嘛，就是如果是 count 某个 column 的话，他会把去重，对吧？如果是 count 一和 count 新的话，他是会把空值给 count 进去的。
哦，对对对，啊、哦，对对对，所以这个有解决你的问题吗？所以就不会看 now 的。对，你会把 now 给去掉。OK， 好，谢谢。等一下，我总感觉你这个写的……等一下，你这个我总感觉你这写的有点有小问题啊！我再想想，就是 data mobile， 然后 for outer join， 然后这个是会把空的去掉，那就是相当于是所有的这个 mobile 的这个人的访问这个记录，然后右边这个是。对，右边这个是，对，右边这个你 user ID 是谁的 user ID？ 其实你也没有讲清楚，对吧？对，你肯定是某一张表的 user ID， 所以其实你这个写法有问题哦。应该是你要也是 select 星对吧？不是 count 星，说 count 星对吧？对，它是一个总数，所以其实不对。对。对对，我写错了，你讲的对。然后后面这个也是，我给大家分享一种我的这个写法哈，然后复制一下。好，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这个可以看到吗？还是有点太小？反正是太小，对吧？是不是挺小的？没事，我看到可能。我也看到，我等下我调整调整。我是我刚想到这种方法。你刚想到了？对，刚想到这种方法。对。但是写的稍微有点不同，就是去掉 count 的，直接左边是 average。可以把右边的 count 对去掉。我这个做的就是首先把这两张表就是然后先 for join 一下嘛，然后 out 可以去掉没关系，然后按照这个 user ID 去 join， 然后呢其实就像刚才子晨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 M 这张表的 user ID 它是为空的话，那这个 web only 就应该是有的，就是只是就是仅仅访问了 web， 所以这里给它一值，那如果不是的话就给它零值，然后这个分母的话它应该是所有的这个用户，所以是 count 的星，你不应该去去重它，然后这就是一个 sum 的写法。然后再就是这个就是同理，就是 web only 是一样的，然后逻辑反一下。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说这个 both， 就是说左边这个也不是为空，右边这个也不是为空，那所以给它一个一值，然后再除以这个 count 的星，就是它的一个总量，所以是 both，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这道题的一个解法，我觉得还是很直观的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其实，后面你这里 select this thing user 这边可以看到我 highlight 了。OK。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是有必要吗？还是可以不这样讲，不这样做，就直接把两个 table join 起来用啊 ，full outer join 就可以。我想一下，就是你觉得没有我想想看，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那它其实会算重了，对吧？它其实它的总量就会算重了，它其实它的总量就不是这个。就是 user ID 的这个总量，它其实是所有它每访问一次都是作为它的一个总量。然后，那其实因为它想要去看的这个 web only 是什么呢？它想要去看的这个 web only 是 percentage of users， 就它是要看 user 维度的，不是说看 user 访问维度的，对吧？所以他想要看，写错了，我不能用 full outer join， 我一定要像你这样写才可以。你说这里面写这个吗 ？distinct 是吗？对，因为我的写法如果没有不像你这样写的话也是错的。对，就是你一定要 distinct 掉，不然它会有重复的记录，就数字会算错，数值会算错。对对，因为最后我们改了这个是 count star。对。那老师，如果这是 count star 做分母的话，相当于一个用户用了 mobile 又用了 web， 这样算两个人？不是。他算一个呀，
因为他等下我想想，他不是，他算一个呀，他是不是算一个？因为你是按照用户 user ID 去的呀，比如说你这个 user ID 它是一的话，它可能就是这个 web 它可能是访问的，比如说是 visited， 然后那它这个比如说什么 mobile 它是 not visited 对吧，然后它还是一个人对吧，如果它是两个都是 not 的话它也是一个人，它两个都 visit 它也是一个人，它不会出现两个人的对吧，你是按照这个去 join 的。嗯，对，等我再思考一下，好像是对的呢。嗯，老师，我还是没明白这个为什么 auto join 之前要加这个 select distinct。OK， 我觉得可以从这张表去出发吧。就这张表，它其实是一张用户访问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 user 他访问了一次，比如 user 一他访问了某个页面一次，比如说 page one， 他还会产生一条记录。他访问了这个，其实他又访问了一次。这个 page one 它还是会产生一条记录，它又访问了一次，它访问了 page two 它还是会产生一条记录对吧，但是我现在是想要去看这个有多少用户作为分母它同时访问了就是两个端，或者是它只访问了一个端，或者只访问了另外一个端，想看到这个数量。所以说我的分母一定是有多少个用户，有多少个用户。但如果说你不去 distinct， 那它就会有三条用户，三条记录，也就是把这个一这个用户认为它有三条，三个用户，那这个那就很诡异了，对吧？懂了，我知道，就是原本那个表，它用户一它可能出很多条记录，是的，对的。啊，我知道。好吗？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去做下一道题目。听得懂吗？嗯，没问题。嗯，好 ，OK， 那我们看下一道题啊。这道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这道题，我希望看到大家每个人不同的写法。但如果说想不出来的话，看这张图，然后用这张图作为一个就是这个 hint， 然后去写下这道题，就是求中位数。然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column， 就一个 column， 你这个 column 当做 num 就好了。然后这个 num 它下面有一堆数字，完了之后我只要一个数，我最后出来的一个值只要是它的中位数就好了。这道题很直观，但是这个题可能写起来没有那么好写。哎，这个原题已经给你升序和降序的吗？啊，没有，这个是一个提示。这是个不看的啊，老师，我有个问题，那些数字会重复吗？还是他们都是啊？会重复。好。哎，中位数像这种情况是 return 两个值，还取它俩的平均数？取它俩的平均数。所以咱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几个数。是的，所以你得分两种情况嘛，一种是奇数情况，一种是偶数情况。老师，你这个提示给的太及时了。是吗？什么？为什么呀？就直接把解法。对，但是我觉得就尽量不要用这个解法，因为这个东西你让你知道了，就我觉得大家同学不太会写的话可以看看这种写法，但这个写法就是写出来了，但是它也不一定大家能就看到这个之后又能写出来，也是一个小 blog。 那我们先试着把它写出来。好。对，我觉得用这个 hint 写出来也是一个难度，先练习一下语法。对对对，
老师可以帮我看一下。哦，你写好了是吗？嗯。正确啊，等等，我稍等一下，就是你这里为什么你是单独写了一个 ？OK， 哦，我知道，好吧，因为有个子查，也可以放在这儿，是可以不写子查询，对，只有一个，就经常写子查询，这种让我很 confuse。可以啊，就是这个写法是对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绝对值相差，就是相差一或者是这样，对，或者是零。嗯，老师，那上一道题我的写法就是，哦，嗯，跟您的很像，就是变成 average。OK， 是不是也可以？哦 ，average 就算它的，因为它这两个 join 就一定包括它的分母一定是 both 的。哎，可以啊。没问题，嗯，你还是用 average 这种写法了，对吧？你上比对，上比对，对，因为它就少写一个术语 count star， 就只要把，啊，是的 ，mn 变成，嗯。那就是你可以变，如果变成 sum 的话，你得会写，因为我觉得有些面试官可能一看你这个看不懂在写什么。嗯，对，就是变成三。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真的拿到这个 analytics 的 offer 的话，会去入职吗？嗯，不知道，就是如果很 senior， 有可能，就是看，嗯，不知还，嗯，即使入职了，我也会转。嗯，好。嗯，如果不是 senior 就不会入职，但我觉得我也拿不到 offer， 所以。嗯，佛系准备对吧？嗯，就先学习。嗯嗯，那不一定，他可能看到你的潜力比较好，他就把你招进去了。有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你先写另外一种写法试一下，就很多种写法。Okay， 嗯，老师想问一下，降序筛序必须得用这个 partition by，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嗯，就是这个窗口函数，它专门就是写这个降序和升序的。行，其实张彤这个写的很简洁哈，我可以他再把他这个再拆一下。就是它这个其实是可以写成这样子，它写的很简洁，大家可能一下子有点绕不过来。还有其他同学写好了吗？哇，我这都不太懂这个。没事没事，慢慢来，不要着急。它是 up 和 down。哦，就是那两个升序降序，这就是完全按提示的思路来。真的，张总，你想想看其他解法。
旁听的同学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这些课件都是我自己就是又增加的，所以可能跟上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然后上一次老师上课，在他们内容基础上，我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如果说有些不懂的东西的话，可能就可能上一节课老师没有 cover 到是正常的哈。大家也可以，就是下一次课应该也是可以去旁听其他老，就是其他老师的，就比如说那个 Ginger 老师的呀，小雨老师的呀，应该就是主要还是 Ginger 老师，因为小雨老师可能过年也很忙。老师，我写的啥呀？帮我看看吧。你确定你是写的都是正确的吗？还是不是很确定？不是很确定，但我尽量的把我的逻辑写出来。OK，
好，看一下。然后我再看看那个升序和降序一起那个怎么写。就你现在还不是按照我这个升序和降序的逻辑是吗？不是，就是很初中数学的逻辑。看一下。Select a case when，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课子晨同学进步很大，感觉 SQL 应该是有下功夫啊，就觉得题目都能写出来了，基本上都有思路，不会像之前一样就直接卡住。没有没有，我没有下功夫。确实进步很大，好看看比之前进步应该是很大。啊，看下中文书，听到你这。Rank Select 告诉我哇，你们太爱写自查询了，就是一直在写自查询，就我觉得写自查询可能是一个就是思路绕不过来的一个很大的表现。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写子查询是还没有思路的时候先把子的写出来。你讲我说，我稍等，我先看看他的。你再看，不好意思。Number as rank from 这个 rank 就是一个 rank， 它就是一个就是升序排序的一个就是一张表，对吧？然后你在 case when 如果它不是等于就是它是除就是余二它不是等于零是奇数的时候，对吧？奇数的时候，然后奇数的时候呢你要干嘛？你要 select column from table where 就是你选出一个 column， 然后并且它的 rank。rank 是等于偶数，什么情况 ？rank， 你又四舍五入了一下，它是等于零。就是取这中间的那个 index。OK， 好吧，就是它，我知道。那如果就是它。就它如果是奇数的时候就取中间那个是吗？它为什么 round 等于零啊？就 round 的中，它奇数除以肯定是几点几嘛，然后我只取整数位。OK， 然后这个是 else 就是 average，OK， 可以啊。然后那我这个 average 后面这个是 and 是不是不对呀？你是应该是想写 or 对吧？对，是我想对你这个应该是写 or， 我知道你这个逻辑了，我可以复现一下，就是你其实想写成这个样子对吧？我给你看，你看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逻辑？就其实你就是想通过这样子，然后我这个可能还没有对，是这个逻辑是没错的。但你这个子查询还是很减分的，太多子查询了。就子查询它感觉不是一个 SQL 的思路，就你想不到 SQL 的思路，就是你但你就很想把它写出来。还是得多写。对对，多写。但就是因为你是面试的同学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这个 SQL 还差点意思。好
好的。嗯、好，看下张彤。嗯， Tina 这个 round 会 run， 如果它是一个点五的话，会 round up 是吗？哦，就比如说一共十五，四舍五入，四舍五入。但我不知道这个 round 函数它具体的一个逻辑，我、哦、因为 SQL 当中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查一下，你问的好问题。嗯。zero number。Descend， 我，哎，为什么？哦，你按照 value 去，哎，你这为什么又要 order by 这个？我就是下一个想取一个一共有多少行，用 count star 也可以，但是就觉得，嗯，啊，不是不是，就是你 from table 为什么 order by 一呀、啊、？Descend 就是下一个有觉得能用上，但是下用 limit 一来找的 count 就不用数了，但也可以再数一下，可能 count star 这里并没有 limit 一啊。就下一个，嗯，下一个用就是下一行用。哦，下一行用，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边 partition by order by value descend 的话，它就是会按照这个排序啊，就相当于这个逻辑已经在 run number 里面做了。对对对，但是我就是想自动找到它的最大值。所以排了一下，我可以把它去掉，然后下一个就变成，嗯，下一个直接去。你去掉之后，你这个 query 是一样的。哦，这样就是说它会，哎，它因为你 roll number 是按照 value 去 descend 的嘛，它其实就会按照这个 value 去 descend。如果说你只写了这一行的话，就如果说你只写了这一行，你只写了这个 column， 它就会帮你排序。哦，前面的 value 也会排是吗？所有的 row 也会自动跟着排。对的，哦，那就是我有这个一个神奇的特性。那假如我写了两个呢？他会按哪个？这个我没有试过哈，但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按照后面那一个吧。我觉得应该是从它执行顺序来看的话，应该是从后面这个。哦，但我不是很确定啊，我不是很确定，我没有去关注这个。我一般就是可能还是会在外部，如果说我写两个的话，可能在外部排序一下。OK， 那你直接去掉。嗯。然后、哦、老师，所以是说，比如说像你这个 hint 这样写的话，那我们还要排一下升序跟降序，对吧？你是这个意思吧？什么 hint 啊？哦不，您刚才讲就是说我们有两个 ranking 嘛，一个升序，一个降序。嗯。如果我们有两个 ranking 的话，我们还要 order 一下。然后去确认一下他们是对对对，哦、对的。然后 where abs r down select r down 减去 select r down 加哎，等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是 row 的最大的值，比如说这个是十六加一就是17。哦，就是比如说十六减去十七除以二，对吗？加一，先加一。为什么减十？首先它要一共有十六行，它要加一，因为和第一个的平均数嘛。哦，但是你这里不是减吗？哦，就是它跟它的值差小于等于零点五。然后这个是十六减去十七，对吧？除以二。不对，哦，是这样，好像多打了一个括号。嗯，是这样，先除二，十六先加一，就是十七，然后十七除以二。OK， 就是十七除以二就会得到八点五，八点五对，然后和八点五的差小于等于零点五，没有十六，就是前面的 roll down 它有可能是任何值，哦、是吧？它 column name， 因为 sub query 有个 limit 一，它才是十六，对，我知道你意思，就是。就和 8.5 差 0.5 的。哦，那你这个不能这么，就是我知道你这种，先把你的逻辑理出嘛，我等下再跟你说怎么写。这个是 8.5， 然后其实你是小于 0.5 是吗？这个除出来。啊，就是和它的row 它的 ranking 和 8.5 的距离应该小于等于 0.5， 所以它有可能是。哦、其实它就是9。等一下我想想，就是它小于零点五，它可能是八，对吧？对，有可能是八，有可能是九，嗯。
好，那你可能得把这个 cast 的成这个那个 decimal 或者是 float 类型，不然它直接就是整一个整数就除，它就直接 linear 就变成零了。哎，哦 ，OK， 哦，明白了，就是这个除以二就会变成零，嗯、是吧？但是先不管，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你应该这个要写成这个 ，where all， 写成 all， 为什么？因为其实你这个出来的是一堆 query， 你写出来是一堆 query， 对吧？然后你这个里面也要加个 all。哎，就是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比如说你不就是这个 where 这里你不可以就是把一个。就是 query 就直接就是这样子进行这样子对比完了之后去大于或者等于或者这种方式去写，就是你得加个 all， 因为你这边其实你这个 select r down 加一它其实是一堆数据对吧，它其实是一张表可以理解成对吧，嗯，你不能把一个好就是你不能把一个值跟它是一个数，它是一个数我知道，但是你 from 这个 CTE 嘛，哦你到这哦这里是一个数，但是不用加，嗯，那这个外层也要加，为什么要加呢？因为它跟等一下，是一个意思。Where apps？ 哦，你外层它其实也是一个数对吗？对啊，嗯。OK，OK， sorry， 那我理解错了。嗯。哦，那你就把这个 cast 成 float 类型就好了。OK， 谢谢啊。所以这样 cast， 这样。你的 cast 要 cast 成在里面 cast， 你把 r down cast 一下就好。在这儿 cast 是吧？也都行。不行，等下我想想看，就是如果它返回的是一列一列一个数字的话，倒可以这么 cast。OK， 所以 cast 成 float 类型。那就直接打 float。就是要打 s 是吧？Chloe 写好了吗？我写好了。我觉得那个从去向去那个我写出来了，但是您刚才跟 Tina 讲的那个，我想写但没有写出来。OK。对。但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您这个 r n in 这里，如果你用 case when， 逻辑我是明白了，但是 syntax 我没有明白，就是它不是一个数吗？那个？比如说，您可以看到我 highlight 的那个地方吗？哦，不然的光标在哪？就是您刚才写的那个 solution， 在我这儿。OK OK。对。就其实就是我们要找到它的，比如说如果是偶数的话我们要除以二对吧，如果是奇数的话我们就直接选的那个。我这个紫砂瓶里面它不是一个数，它不是一个数，它是等一下我想想看，它不是一个数，因为它其实是一堆 query， 它或者它是一个结果集，它是查询出来的结果集，对吧？哦，是这样吗？哦，因为它我这里是 n 呢，对吧？我这里 n， 然后这个余二，然后它 then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会有，我想想，它其实会有很多，它其实会有很多，对吧？因为它这个 n 余二的话，它会有很多，对吧？因为这个等下我想想，这 count 的心它是它 count 的星，它这里是因为它这个 count 的星 over， 你知道吗？这个我的理解是你一直在数这个数嘛？对，就比如说这里16的话，那全都是16。好，它并不是一个数字，它就是只是一排全都是16，不是这样一排都是16，一列吧，这样一列都是16。对，那。如果它是偶数，然后就它就8嘛，对吧？对。如果比如说它是17的话，它是9，哦不，对，是9，对吧？嗯，老师，您这个加应该加一个二是吧？
else floor 他加一或者或者是他本身啊什么意思、哦、对或者他本身就是他需要就是两个对啊什么两个什么应该有两个解嘛就是两个中位数哦对哦我知道哦对我当时距离上确实落个条件但是改了之后好像又没有保存嗯、对这边应该如果是两个的话对 else 但是你这里但是这不是这么写就是得正确的一个语法是这样子我给你写那写下好了Work is when 然后这里是、这样子是、要这样子 去写就你不能直接在这里写我哦、oh. 那个 RN 验它 or 它就可以了是吧就是 它自动会把它变成 RN 验就是第一个然后就是 印这里就是一个结果集嘛就是你查出来它其实这里是个结果集对吧因为你它会去扫全表就是它每一行都会去扫它是个结果集如果是 in 的话它就不需要就是就直接写就行了所以您可以写成比如说 in 比如说 x in a or b 然后它就等价于 x in a or x in b 是这意思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X in， 我感觉您写的是这个逻辑，就是您是这样子对吗？不，就 A 和 B 是一个集合，比如说我可不可以写 A X in A or A in B？ 您现在写的是 R 哦、啊 ，OK， 所以他这么写就等价于 X in， 它等价于 X in A or X in B， 对的。嗯，但如果OK， OK， 明白。哦，我还是不，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它等价于写上 x in a or x in b， 就是 a 和 b 都是个集合。但如果比如说 a x in a 逗号 b 那两个集合在逗号那会生什么呢什么意思啊就是您等于是右边你说这个吗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语法吧就是你写的这个是吗我写的 a b 都是集合就是这个应该可以吧就是不行这肯定等一下我想想看我觉得下面肯定是对的上面我不知道是您写的是上面左边的哦、我写的对我写的上面左边的应该这三者都是可以的都是表达是同一个意思 OK 明白所以 A X in A or B 它就会自动先算 A or B 然后再算 in 是吗自动算 A or B 再算 in就 or 比 in 的级别会高是吗in 的级别会高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我就想它的运行顺序是先把 a 和 b 合在一起了然后再算 x 是否在它里还是就自动向我下面这个来运算会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区别，我就是好奇，蛮稀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觉得逻辑上是没区别的。其实我也挺好奇，彤彤说的这个。对，因为我没见过老师这种写法，可能。我也很少用，但应该是正确的，是吧，老师？就是 in 这个或者这个都行，所以我们就直接 or 就行了。稍等一下我再跑一下我看看能不能 syntax 能过哈因为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大家看一下哈子辰有问题吗这道题没有特别看懂那个就是底下那部分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
OK， 好，那你有看懂这个图片的那个写法吗？那个降序分析那个很好懂，对对对。OK， 好，稍等一下，我把演示一下好了。不过老师，我脑子现在有点糊，那升序降序那个，我好像懂了，但是好像没懂。请原谅我今天脑子是迷糊的。没事，我等一下。Calculate。有点慢，稍等一下。OK， 那种写法是不行的，我刚才试了一下，如果说你直接是 or 的话它不可以，这个 syntax 是错的，就是要写成刚才张能说的那个，得写成这个样子，这样才是正确的。嗯，等一下，他的我这么慢。嗯，那或者是再加一个大括号，用逗号隔开他们俩呢？等一下，再加一个大括号，你是指的是就把，等一下我先说把这个跑。嗯嗯。哎，嗯，老师，您可以试一下我那种方法吗？就是您的把最后一行变成 apps of。哦，好，等一下。of 那个。哎，这为什么这么卡呀？OK， 就这个写法是可以编译通过的哈，就刚才张彤说的这个。然后你想要去编译成X in， 就这个东西 in or， 这样是哪一种？你可以加粗一下吗？这个。OK，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我试一下。可以啊，嗯，好的，嗯，好，子晨有哪种？这就是您的，就是之后您写的之后两行变成我这行，变成你这个紫色的是吗？不是，这行这个，就是中间您两行下面那行 apps num cas 小于等于0.5那个是吧？嗯嗯，哦。就 where 里面只有它了，可以试一下。哦，你说这个是吗？这样子吗？对。为什么？哎，怎么回事呢？我想想看哈。哦，您是 average， 等一下。那还是不对 ，cast， 哦，是 as flow， 是除以二要放这，哦，老师我看错了，我以为您的 n 是最大值，哦，那肯定不对，嗯，我以为您的 n 就是 row number， 您的 n 是，哎，您的 n 就是，它是最大值。它就是我的，那我这个为什么不对呢？嗯，加一除以二，比如说有16个数，那就是16加1。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出。我这么慢。这个太卡了，我觉得先讲一下这个思路吧，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建一个数据库，然后去做一张就是这种 num 的一张表，我觉得建起来比较简单，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尝试的有结果可以在群里说一下。然后先把子晨这道题目逻辑先弄通嘛，然后子晨是看不懂刚才写的这个 code 是吗？就是这种写法，对吗？对，我没看懂最后两行就是什么。奇数怎么样？偶数怎么样？哦 ，OK， 就是这个余二的话，它如果是偶数，它这里就是余二，如果是等于零，它是偶数，对吧？对，我没理解它怎么排序的。怎么排序？我可以先给你查一下这张表长什么样子。太慢了。这就是左边第一行是数字，这个 num 是数字，然后右边这个 row number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按照声序去排序的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n， 然后这 count 的星就是它的最大值，就是它所有就是有多少个数字，比如16个数字那就是16，它就是 n， 就比如说这里是这个一 r， 它是啊，比如说这个 num 是随便34。然后这个 n 的话，比如说一共18个数字就18，然后这个是这三个数字的含义。然后 rn 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的 rn 是在就是这个 rn 你的 row number 就是你这里的排序嘛，就是声序这样，就是这个声序它是在这个它是比如它等于它余二之后是等于零的话，它就是个偶数。它偶数的话，比如说这里是偶数，那它就会有两个数对吧？它会有两个数对吗？就是一个是8，一个是9对吧？就是这两个数，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数查出来，那所以我们就写成这个，一个是加一，一个是减一，对吧？对，然后就主要是为了这个。然后如果是这个，它如果是它是这个，如果它是这样，如果它是这个，不是它是的，我想想，这个是偶数，如果它是偶数的话 ，then 这个 flow 不是。如果它是偶数的话，如果是18的话，那就直接取一个值，就是取这个，整懵。它18的话，它只要取这个9就好了。那如果它取9，等一下。是不是写错了呀？如果是18的话，取9，然后我不是我这个应该是不是我这个减一应该是写错了，不是写这，应该如果是18的话，它就不等于零好了，那就不就不要讲，就是还是按这个逻辑吧，就是它如果是18的话。它如果18的话，这里 then 应该是不仅是要取这个，比如说不仅是取这个8这个值，然后如果18不仅是取9这个值，还要取这个8这个值，然后就是减一，然后 else 的话， else 这边应该是保持一致的，我想想看应该是不是对的。如果是19的话，那它19比如说取3吧，3吧，如果是123，那如果是3有三位数的话应该是取2，所以说它这个应该是三除二加上一，所以这里应该是保持一致的。刚才写错了哈，应该是这样子，对吧，子晨？那你怎么找到中间那个数的？就是中间这个数，
OK， 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它一共有三位，对吧？三位它的中位数就是二，对吧？嗯，对，那其实就是它是奇数的情况，就是奇数的情况是 else 的情况，对吧？那这个就找到了，嗯，这个找到了，对吧？它都如果是偶数的话，那么要取二和三，对吧？嗯嗯，对。对，那我取二三就是n，哦，是 n， 哦，对吧？对，然后再 average 一下就好了，对吗？是 OK， 就是这个逻辑啊，把这个完善一下。好，哦，我觉得这道题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去就是关注一下 syntax 上的细节的话，我觉得可以装一个数据库。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下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就是安装的一些安装包。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安装一下，然后可以去装。如果大家有 Mac 系统的吗？我用 Mac 系统。OK， 那我给你发一下。嗯。我还是不知道我那个错在哪儿，就是我的 solution 2。稍等一下，我先发这个软件。嗯。有其他人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的 solution 2。我没太看明白。嗯，这个就是 n 就是 row number， 然后它加一，因为它最小的那个值是 row number 是一，对吧？所以要加一，然后取个平均数，然后你所在的中位数和它的差和它要么是相等，要么和它的差半个数，差 0.5。嗯，所以就一行就表示出来了。我想一下哦，比如说我三个数，它加一是四，四除以二它等于二，然后我这个 r 呢，我这个 r 是一二三，对 ，r 是一二三，只有二跟它差0.5。哦，如果我是四呢？四加一除以二就是2.5。只有二和三是符合的。哦，真的是。但是刚才老师一跑就是 none，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觉得应该是语法的问题啊。我觉得我先把这个软件发给你，然后你们可以安装一下，然后试一下。然后试出来结果，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发到群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然后如果说没有结论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看一下。因为今天时间有点超了。我先把这个软我找不到那个软件了。一般就是你们可以先去网上下载一个 Navicode， 然后 Navicode 它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可视化软件。然后比如说像我这里用的是 Error 这个就是微软系的这个产品。然后像 Navicode 的话，它可以去连接很多数据库，比如说像这种什么 SQL Server 的呀，或者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哎，老师为什么要打 column in？ 啊？哎，等会儿我打的，我打的，我在，因为我不敢打扰老师说话，我就。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connect， 就是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如果说之后要去面试或者是，做什么练习的话，可以自己去建一个数据库。这样子的话，其实会更加的真实一点。然后一些小的语法错误可以去解决。那这里的话，可以连 MySQL， 然后 Oracle， 然后这种 SQLite 是本地数据库，然后 SQL Server、MongoDB 这个就没不要管它，这个非关系型的。然后什么 PostgreSQL 啊，都可以连。然后你只要安装任意，就一般我建议就安装 MySQL 吧，因为 MySQL 是免费的。然后我给大家个网址吧，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 MySQL， 大家去下载那种 community 版本，就是那种社区版，它是那种免费的。然后MySQL 就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方便，就可以安装起来 MySQL community 版本。对，然后大家可以装好了之后呢，就是自己去建一张表，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就是版本，比如说我是 Mac 的话，我可能就去装这个 Mac 的，然后如果是 Windows 的话，就选上自己的 Operating System 就可以了。然后装好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去把自己，比如说这个中位数的话，
就你只要去自己去，比如说去输建一张表，然后新建一张表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新建一张表之后呢，新建一张表之后你就可以去做了。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就可能对之后有好处。比如说新建一张表，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这里建 NAM 呀，然后保存，保存完之后呢，就是比如保存完之后你叫这个什么 middle 吧，然后你建完之后它就会有一张表，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去填充数据了。然后比如说我随便取一张表，然后我就可以在里面去就是打开看，然后编辑它，就是可以直接编辑它了。然后这个就是你们到时候可以去，比如说要写 SQL 的话，写个 new query 然后去写就好了。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对大家之后去准备也有一个有一个好处吧，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去根据网上题目，就可以自己想做一些小 test 呀，然后在这个环境上去做，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我觉得今天 overall 来说的话，其实大家 SQL 做下来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哈，但是我觉得不要紧，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要加强这个练习。然后我们明天的话会去讲这个 case 这道题目，然后主要还是说从一个框架的角度来说要怎么样去解这道题目，然后我们要去做一些哪些，比如说 clarify 的话要去怎么 clarify，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公式性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到时候背一下，然后自己按照这个框架去多练一下，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套路，我觉得对于应付任何其他题目其实都没有问题。然后明天上完之后可能大家对于 case 就会有个概念。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大家还有就除了刚才那道题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哦，对，老师，那个升学降序那个逻辑，我还不是需要你帮我点一下。哦，就是这个就不是代码上逻辑，就这个升学和降序。这个升序和降序就是说，先按照升序和降序，你会发现其实中位数的话，它其实就在八和九之间，对吧？嗯。八和九之间，那你觉得八和九它们有什么关系呢？八减九，九减八等于多少？一。一个是负绝对值一，嗯，还是一个绝对值，所以就把这道题写出来了。OK， 嗯 ，OK， 而且必须是 and， 哦，对对对对对。嗯、那如果要是奇数的话，奇数的话，它就是中间这个，就是它就是、就是、它才八减八嘛，对吧？哦，那就是小于等于一，它俩相减，这样。对，小于等于一。OK， 嗯。Tina 那个在 Word file 写的那个 where value in， 我觉得不需要加 value in， 因为它就是一个判断，里面的判断是小于等于 null， 它就里面是否判断是一个 boolean value。 你说 Tina 写的在哪里吗？Tina 在我上加了一个 where value in。哦，我把我加的标成蓝色，就是在、在同的那个最后一个代码里。对，它实际上就跟上面 apps up and down 小等于是一样的道理，它是判断 r 和中间这个值小于等于 0.5。OK， 我觉得这个细节的话我们下节课再说，因为今天实在是太晚了，然后大家也早点睡觉吧，好不好？嗯。行，我可以拿老师你给的那个软件自己跑着试一下。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就是有时间再装一下。嗯嗯，好的。我觉得美东时间的同学，大家可能已经很晚了，大家还是要早点休息。然后我今天先把这个 PPT 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去再做一下这些题目。然后今天其实一共就练了四道题目，其实这个进度可能稍微有点慢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小的问题实在是有点多了。有点多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 clarify 就是我反正大家说 clarify 就是去验就是问这个题目它本身的这个含义，然后可能问的少了，然后问一些就是逻辑啊这个思路啊一些细节啊，然后正不正确啊就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可能如果说要去面试的话可能不太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我觉得上课还好啊，就上课的话可能就这样的互动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说大家进入面试的时候这个就是可能还需要加强一下这个 SQL。 然后我把这个 PPT 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然后然后就下节课的话我们就是讲这个 product case， 然后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了。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嗯，不
我想想哦，对，老师最后一个这个升序降序的那个您的那个标准答案能也 copy 一下吗？嗯，好，我给大家发几种写法，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好吗？好的，好的，好的。我把这几种写法都发给大家，一共有三种写法，其实我觉得殊途同归吧。嗯，谢谢老师。嗯，没事没事。谢谢老师。嗯，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吧，大家早点睡觉吧。嗯嗯，好嘞，嗯，拜拜。嗯嗯，拜拜。